佢俾我一個認可嘅資歷。有藝進文憑，我可以繼續升學。我找到喜歡的工作，讀完藝進文憑可以得到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科第二級成績的資歷，包括中英文，還是資歷架構第三級別課程。我可以在網上看清楚課程資料，想問課程資料去資訊日看看。藝進文憑依家接受報名了。